姥姥，你摘的什么果子呀？红彤彤的。这是山楂，助消食的。姥姥，这个你尝尝。咦，怎么这么酸了？一点都不好吃。你小子真挑剔，姥姥给你做成甜的。姥姥，这么多山楂怎么不做糖葫芦呀？姥姥，待会做好了，比糖葫芦还好吃。姥姥，这山楂里加柠檬干嘛？你不是怕酸吗？加上柠檬就好了。姥姥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你叫姐姐来，我再告诉你。呀，快来尝尝姥姥做的山楂糕。来了。妈妈，这酸甜柠檬好好吃啊！那是，还有姥姥不会做的呀。好了，这都有点给你吃。